今天我的胸口怎么总是闷闷的呢？该不会要发生什么事了吧？快开门呐！阿姨，忍冬，你爹在哥药铺，我爹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什么？我爹他怎么了？刚才警局来电话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好像是王叔叔。忍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忍冬燕蔷薇，东森超市33频道全台首播。